小伙伴们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下一款换装皮肤就是男生皮肤，它的名字是叶小龙的武士游龙。你们看，在叶小龙的右上角已经出现了换装标识，而这个换装标识曾经也出现在花小楼的头顶。有没有发现，当花小楼获得了这个换装标识以后，他就拥有了一款换装皮肤，非常的美丽，名字叫朝露繁花。如果你喜欢朝露繁花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我和学姐发现，在叶小龙的右上角也出现了这个标识，并且在游戏中也出现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就是武士游龙，头顶上顶了一个狮子头，非常的帅气，并且整体的颜色都是喜庆的红色。在评论区中扣出1166，你将会知道这个皮肤它在游戏中长什么样子。并且我们发现，现在的叶小龙他非常的高冷，拥有红色的狮子头，非常的霸气。这个名字就叫武士游龙，不知道小伙伴们，你们期不期待叶小龙的新换装皮肤呢？